W209 Pro V6 双显激活版，支持苹果4至12全系列加国产系列，额定电压5伏，电流5安，全新升级大电流智能快充 IC， 适用国产 85% 以上机型，自动识别正负极能扣就能用，最大限度支持更多型号。本产品有电压电流表显示功能，充电状态提示大电流功能，过载保护功能，大电流负载保护作用，电压电流双 LED 显示功能，全电路反接功能，电池电压检测功能，电池一键激活功能，电池短路保护功能等多项专利申请。对内置电池充电，先把小板连接电源，然后扣上对应的电池扣即可进行充电。手机有一些手机电池放置时间过长导致无法充电，此时需用本激活板进行激活才能正常充电使用。把小板接到电源上充电，左边指示灯亮起，把电池扣在激活板对应的座子上面，按一下激活按钮即可。本产品有首创充满自动断电功能，在电池充满时会自动断电，可有效保护电池，防止电池因过充损坏。待右边指示灯亮起代表电池已充满，可放心使用。本产品使用方便，操作简单，是维修师傅必备之首选工具。更多产品请登录 www.912.com。 感谢购买，祝您生活愉快。